县里说，四眼前天就被放出来了。啊！放出来了！他不来组委会报道，他上哪儿去了？石根哥，你带我们去他们家瞧瞧。啊，对。哎，宋站长，那个，要不咱们老五一块叫上吧？他是我们村的值班主任，有他在，才能安全一点。好，叫上老五一起。但是你啊，也别太担心了。 没有人祸害你，走吧。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怎么了？四儿肯定是知道自己弄丢了重要文件，担不起这个责任，带着自己家老婆孩子都先跑了。老五，去问问邻居，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？ 文志，四眼媳妇走了几天了？哦，他们家昨天就锁了门了，哪天走的可不知道。这下真说不清了，孩子都往人真成我了。要不我进去看看？